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今天非常的特别，因为是普世事工的纪念主日，所以我们的敬拜呢也有华语跟英语，所以今天的敬拜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也跟有 EM 的敬拜团，还有七七敬拜团，我们一起来领大家一起敬拜。那邀请各位从座位上站立，那你们可以跟左边跟右边的人说双语。任何一个语言，我很高兴今天看到你 ，So nice to see you today. So nice to see you today. Love you today.小小的动作，让大家可以在歌词当中更融入在这个歌词里面。我们一起从头来唱。敬拜，不仅用声音，也用肢体来献上赞美。不仅在台湾这块土地，也在全地之上，为着世界一起来赞美主。这个早晨，我们在普世事工的纪念主日当中，求主引导我们看见他所爱的世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主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因为他是尊贵的君王，使万民都因他喜乐。主，你满有荣光。
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
Lord, to give I be a fool. You are my holy home.寻求主的面，我们同声开口。Was not sent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us, but to become flesh, to redeem us. We offer our worship and thanksgiving, and we remember the saving grace of the Son of Man, our Lord Jesus, our Savior. 主啊，你是世界的主宰，是超乎万有的主，是配得颂赞的奇妙真神。你在乎我们因着罪无法与你亲近的羞愧，才派耶稣来到世上，不为定我们的罪，而是道成肉身赎回我们。当我们献上敬拜与感谢，也纪念人子耶稣救赎的恩典。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用主祷文同声开口来说：我们在天上。